期望咁梗系赢波啦，咁始终系每年嘅杯赛啦，即系咁咁辛苦打到决赛，咁我觉得最紧要期望就系希望赢到场杯赛冠军。入唔入波嘅最紧要系其次啦，咁最紧要球队赢到咯，冠军自己入唔入波唔系最重要。咁但系当然入到波就系最完美。每一年嘅杯赛决赛，咁我觉得都系一场刺激嘅比赛啦。咁即系今年我哋联赛杯南安对截止，咁系一场我觉得系应该会好吸引嘅赛事，好好睇嘅赛事。咁希望各球迷可以入场支持。4月22号，旺角大球场，夜晚8点，南华对杰志联赛杯决赛，入场支持我哋南华啦！